您不能不知道来看到春节期间不少乐园推出优惠活动吸引游客上门，在云林有乐园每天送出幸福钱木，另外苗栗三义一家游乐园配合龙年规划了动态实境恐龙特展，栩栩如生的恐龙吼叫跟动作让大人小孩都相当兴奋。异特龙园区内十多种栩栩如生的动态恐龙，仿佛进入侏罗纪公园，民众不仅能近距离接触，还能感受他们的吼叫和动作，搭配音效和特技效果，让民众直呼真的好逼真。对啊，还有声音，而且它还有那个音效，想说带小孩来像真的一样吗？龙年新春期间，苗栗三义一家游乐园特别定制了十多种不同的拟真恐龙，规划动态实境恐龙特展，探索震撼的恐龙世界。而另外在云林也有乐园推出十二岁以下免费优惠活动，吸引全家大小一起出游。财神大跳洗脑神曲，小朋友也忍不住科目三上身。一大早游乐园就涌入满满的人潮，财神爷门口送幸福，每天送出幸福钱木，让您幸福一整年。惊险特技表演让民众惊呼连连，高空极限飞轮降落在摩天轮前，吸引不少民众围观。另外，平原内消费满168元的发票，还有机会获得2000万超级红包刮刮卡，也让不少民众争相试手气。记者钟部综合报道。